他们任何的，就是可以算你个人想法，他们很反对。对，我记得他们还是会喜欢看电视，这个时间是换奶时间，然后有些很舒服，那没有在床上就是在床上。那他们还是要下床，第一个，感官刺激啦，就是我们会让他们认知方面的感觉，减少后方刺激的。但是有些时候，他尿尿，就是大概中午前后吧，小肩都起来，一个状态就是来到。自工作人员目前是因为疫情的部分，是自工的人进来的量比较少，所以目前看到。